我的妈呀，要不都说东兴反季买别墅靠大海，就这个扬子毛球修剪器我去年也是花大几十买的，你看看现在才什么价，真的会敬带你。特别是马上秋冬换季的大毛衣裤子帽子啥的，只要有毛球就真的很掉价，你就用它刮一刮，完了就跟新的一样，而且它还是充电款的，只要充一次就能用很久，操作也特别简单，只要按一下，六月金刚刀片去毛球特别快，只要过一遍就很干净了，还是这种浮动式的，真正做到了去球不伤衣，清理也很方便，这个网罩取下来就自动断电，还能起到保护的作用，可别等天冷才想起来买，到时候指不定就涨价了，你们说的很有就赶紧去薅。就这个可以一边剪一边吸的扬子毛球修剪器，去年都要卖到这个价格的，现在入手价格真的巨炸裂，秋冬聘的毛衣大衣只要有毛球就真的很掉价，有了它可真的是帮大忙了，浮动式的刀头真正做到了去球不三一，六叶金刚刀片锯毛球特别快，按一下就能工作了，还是充电式的，充一次可以用很久，就真的很方便，开盖就会自动断电，清理起来也很方便，像这样的羊毛你们刷到一定要拼手速，不然一转眼指定就没货了。